身体竟然硬起，搁点啊结实，竟然高开了多少？吴新队，你慢走！现在你敢动的救人哦，敢有人会当救啊？免白了讲啊啦，不管你喊我大声拢无效，无人来插你啊！佫真厉害嘛，走啊，我走我看啊！你拄只个喊来嘛？我就看你个啊，走，来走。哎，卡出来了啦！啊，还是无食饭呢？哎，真苦呢！看你刚刚那大粒干、细粒干的，我替你试一下干的啊！啊！信太，我知道啊。你看那些臭虾，给我放开！这私人诊所，你一年花花到烧虾嘛，无差啦。刚刚把你的手拔起来，算对你真客气啊。你若是搁想空想胖，想要逃走，就莫搁我用搁较凶的手段来处理你。恁把我绑在遮，害我厝里的人为我烦恼，感觉这个无够强。这二十几年，你害我甲英拢无得小人，你甲你的亲人才分开一时啊尔，这敢有算啥？恁这对奸夫淫妇，恁家己做歹哦，做歹无够，即马连伊嘛要拖落水。你根本就无资格做伊爸母，我相信，伊伊嘛无可能会认你的。伊伊是我的查某囝，无需要你来教我安怎做。你去。另外，这个嘴皮是凭你拄只甲我吓后跑的。我警告你，你上好甲我较安分的，卖过来了。那无咱就来试看卖，看你的命。跟我比你的头瓜硬。等下，那白人实在出去，因为从啥？我要看白人。白人叫什么名？吴信泰，请问伊伫倒一间病房？应该有证件。在啥身份证？不是，因为阮的患者有真侪拢是达官显要，所以一定爱有阮的探访证。吴信泰是老爸，做后生看老爸，怎么需要探访证？你想老实讲，伊到底伫咧倒一间病房？歹势，有甚是亲人嘛，一定要有探访证才会当探视，这是阮的规定，请你莫后壁来。这是啥物无人性的规定啊？恁电脑内底一定有记录。今日我了看到阮爸的病房到底伫倒位？啥啦？好像你来有人，你乱。啥？这就交给阮啦，恁啊，紧伫去内底找大少爷。别浪费时间，一间一间找。等一下，
恁两个人在这，阮爸是不是让你藏在内底？你，边间有话，你直接讲。当然。哎，你放下！下马！下！哎！这，这，爸！奈无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讲，你把母亲奈藏在倒，你若无该藏起来，多少年来无可能有这款反应。好大，你搁多少档次一摆看卖？讲，阮爸到底是倒位？你是倒嘴，你目睭看到我，甲你骂两走的啊！若有证据，你就提出来。无证据，卖你只乌白花啦！我真正贫惰，甲恁只讲有话无话嘞。那呢？这个血迹要安怎解释？是不是阮爸的？你为着要控制伊，所以甲伊起冲突，还受伤留来，对无？你卖看一个样生一个囝，这是病吧？有血迹，这本来就正常的啊。唔讲信。好啊，那呢，我就提去做化验，到时阵哦，就知影谁来讲白贼啊。做啥生意？依林，你爸面就是你爸血迹。哎，你们做啥？走开！娘，哥哥不是阮爸的，那呢，现在这里跟你买酒啊？我就是无想要你摕这有诶无诶物件，你来了嘛？够袂了未？先阿硬嘴病啊！看恁外口，我有诶是办法，互恁讲出老实话。依林，带因来食一顿醋肉。娘，娘，娘！啊！阿祖，你想要泡我？我是你诶后母。你最好是别胡白来，这是我拄只用白芒血迹去做比对，结果甲阮爸是符合的，也表示阮爸之前伫迄间白芒，你莫阁硬拗啊！马上甲阮爸交出来！机会我已经给你啦，既然你想要继续弟妻，就莫怪我无客气啊！什么？喂你！你怎的？你敢动的？爸！别动人啊！我告！好、啊，你讲，阮爸到底在倒位？伊之前拢在昏迷啦，啊，不过今仔日我来看伊时阵，伊用醒啦，佮攻击我想要逃走。放心嘛，即摆伊佮我跳跳，暂时死袂去。啊，即摆不信太人嘞。我二是去北方的时阵，伊确实伫个北方内底，啊，不过拄只在入面的时阵，我发现伊竟然无去啊，我真正唔知伊走去倒。既然你无想要配合，就莫怪我动手啊！依林，恁办新品应该用电个系列的啊，搁电量若出问题，迄个麻烦。咱面头前啊，搁有一个满血的笑话，我看今嘛对动手。我知影事实，拢坦白甲恁讲啊，恁搁想要怎？敢讲除了电量，恁无目睭啊？袂晓念，咱拢是老江湖啦，莫浪费时间讲啊有诶无诶。一句话，要讲还是不讲？我也是迄句话，我知影的我拢讲啊，剩下我什么拢唔知影。那呢，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
只是头一届，刷落来每一届，我来加十秒钟。正常来讲，一般的人经无三届，还是讲你想通啊？即马愿意讲，我无话讲。你有材料就交我命收伊。你拢安尼要求啊，我当然心存。我看你是真正不知影，我就暂时先放你走。阿姑，敢真正安尼就放你走啊？暂时放你走，无代表我相信你。若是落尾我知影，武信台搁在恁手中，我绝对袂对恁手下留情。爹，奶奶。我知影你的用意，啊，不过咱真无简单找到这个线索，敢讲安尼就放弃啊？当然不是啊，即摆内底迄两个必然阁想要知影你爸的，所以我暂时先帮你走，让因做咱的侦查犬，替咱带路。咱只要对后壁，绝对找有你爸。是啊，即摆剩这个办法啦，咱即届一定要找到阮爸，伊落伫因手头一天，我就一天袂安心。你能安怎？阿姑用一切的办法，拢会保恁爸的平安，找到恁爸。阿娘，你要干嘛？我无代志，阿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我无代志。阿什么的？我一定跟我用的。因的手段遐尼啊粗残，偏偏有现在这个时阵，佫走无去。我头前佫连续这两只狗，因要对你下毒手啊！是讲这有现在，伊到底是走去倒啊？伊佫袂是，佫袂是佫家己走去啊？无可能啦！咱家己的双手拢绑起来啊，除非有人来斗相共，伊无可能家己走去。这是有人该带走的，到底是谁人在走？除了咱以外，知影吴信泰和咱厂里家的，够方彩霞、吴信贤、林爸阿哥等东西，这些人都有险。阿娘，这些代志，咱大家就要讨论了，咱先离开家。